以前我遇到的困难就是每次有人来问课程的时候都会问我们provide 什么 certificate 的，那时候我们只有 in-house certificate 罢了，所以我们就去寻找一些他们可以 provide 那个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e 的。那我就找到 Trinity USA， Trinity USA 是一个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的课程来的。所以这个课程呢，给你学了过后呢，你还可以去 upgrade 去做导师。那如果你是做了导师过后，你是有一个 potential， 还有你是很 creativity 的，你是有一个机会可以到国外去培训。USA 是有一个特点的，它是一个团队性的，它每一年都会举办一场教育会的。如果我的学生想要提升成为一个导师的话，我是非常推荐 Trinity USA 的。